座清代皇陵，五代帝王埋骨，三百春秋，半部青史。穿过这座厚重古朴的大红门，近距离的与历史和祖先对话。这里，双峰锁口，千尺为室。这里，玉水曲流，百尺为行。这里彰显天人合一，古代哲学。这里集纳忠孝、福寿、皇家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评估专家称赞这里是人类具有创造性的天才的杰作。拱券之上，镌刻宫闱风雨；斗拱之下，诉说人间沧桑。希望清东陵这么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能够走进更多人的生活，走进更多人的心中。探索有故事的河北，走进清东陵，品读皇家文化，共享盛世美颜。